医药还有金钱都在这儿吗？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啊。好，好，我感觉是这里。小马坐这儿吧。行行，坐这儿。那啊、哦，行，可以，坐这儿。要对称，看看后面啊。哎，蓝莓你吃了吗？我吃了，那挺好吃的。哎呀，等一会儿他们。哦，这是啥？我看看。这个是可以提前看的吗？这个哎，没有人回答我。咱就不跟他们对话。没有人理我。哎，对，咱等会儿，等一下就好了，马上。我剪剪视频。哎，送我的是啥？不告诉我。哎，你们先到了。你绝对。喝了喝了。哎，坐。好。准备了水果，哎，这个蓝莓好吃。我吃了，吃了，太蓝莓太棒了。这里的蓝莓甜的，太棒了。沈月跟轩怡呢？他俩女孩子嘛，等一等啊。哎，不是说睡衣吗？我睡觉就穿这个。我穿我这短袖啊，睡衣啊。拿吧。可以符合，我也符合。你看我这短袖了都。来，请坐，请坐，请坐。我坐这。然后特别好。也不冷啊，我还以为在户外呢，我带了个外套过来。不冷，这多舒服啊，这个温度。那这也不用装空调。你在剪视频吗？可以钓鱼。对。导演，明天可以钓鱼吗？导演。不知道。剪完。啊，导演不回答我。应该是这个意思。导演，明天我要钓鱼。是这样的。还没调色。刚刚。我这边收到了一些消息，我跟你更新一下，未来几天的所有流程，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听到了吗？啥？明天未来的几天的流，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定的，全部都是不是不一定，是我们不会知道。哦，没关系 ，OK 啊。对，就是有一种 surprise 的一种感觉。OK。然后刚收到第二个消息就是，每天早上醒来。你要精神喊话，啥？你要精神喊话，精神喊话是？对，就睡醒第一件事，立冬好，那晴天好棒，晴天好帅。对，好的，要喊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三更里乌龙茶，晴天好帅。我们来练习，我起来会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醒，然后晴天你好帅啊，可以，我设个闹钟，每天5点，这可不可以？特别可以。拍的好专业哦，你拍的像要特别稳的。我一直想跟翟子路学拍抖音。我有一天在他那个抖音下面评论，我说怎么拍抖音可以像你这样帅？你知道他给我回了一个什么吗？天生的。不是，他说首先你得长得像我一样帅。我当时我也懵。Hello， 嗨，外面好好看啊，特别棒。哎，多来，谢谢。哎呦妈，不要给我这个，我很压力大，我就没有压力。不，对，哎，快。那你，那我坐过去。对，哎，对，压力大，不敢。来，哎，怎么就你们聊到哪了？没咋聊。我觉得这个，既然这个现场交给我们，肯定是有一些线索。是什么？砍价。按照顺序，每一个人依次抽出一块木块，并完成任务卡上的任务。成功抽取木块并完成任务的画技通过。若未能取出该木块或未能完成抽取的任务即失败。失败的人则要接受惩罚。来你说。惩罚有一些范例啊，拍丑照。打手臂，砍脑门儿，你玩的太强了，一般般嘛，对不对？没事，咱们到时候说的可以想一些特别一点的惩罚吧，好不好？不是，它前面是怎么这个积木和卡？这个其实就是这你没玩过吗？看你怎么。它是不是里面每一个都写了很多这个条件或者惩罚？对，就如果说失败了，但是失败只有一次啊。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先依次去敲一块木块，然后
再完成任务卡都成功了的话通过，若未能取出木块或者未能完成任务就算失败。OK， 这话怎么过不了我脑子呢？哎、我再读一遍，来，我们是机智的，就是哎，不要看上面这个了，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轮流抽取一个木块，如果要是你在抽到你的时候抽倒了，你就输，就行。明白多了，明白多了，明白多了，解释的好。这种口语的这种话术，不知道你能明白没？那、我们先搞这个吧，对吧？是这意思吗？就先去。就说了说到后面我自己的没明白。按照顺序每个人依次抽出一块木块并完成任务卡上的任务，成功抽取木块并完成任务的即通过啊，若未能取出木块或未能完成所抽取的任务即失败，是失败的人则要接受惩罚，失败的人要接受惩罚，失败的人啊，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不是说一体的，就是看谁如果、知道就敲一个木块敲出来之后抽一张卡，然后完成卡上的任务。那如果谁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或者是谁的这个木块倒了，就要接受惩罚。好的，是这样子。那谁先？我来先吧。不，我们这样轮着来。我先来。可以。越后面的越危险，我懂啊。啊，上面不可以动吗？这一定要拿这个敲吗？不能直接拿吗？可以直接拿。直接拿吧，敲这东西真的是，好像选家的是很危险的地方。它上面可能。哼，我，哎，会玩哈，可以把38留给我吗？38是我的号。因为这个游戏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的脑袋没有短路的话，它应该是每一个木块上的数字会对应这里的牌，应该也是要有数字的。那还抽干嘛？这有88，你要数88张吗？会很麻烦，直接抽就好了。来抽啊，那这样等于哦，先抽后取，先抽卡后取这个木块，如果你没有抽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或者是没有完成所抽取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一定要做的，任务和惩罚是分开的。那我现在成功了，其他这个也没有。你这个成功了，然后你现在要完成任务，你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好的话，你要接受惩罚。假如这个任务卡就是让我说，这个任务是你必做的啊。OK， 啊，我懂了，这是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哎，这个任务卡是，假如可以改变你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事，你希望有哪些改变？我希望我奶奶去世那一年我别走得那么早，因为她去世那一年过完年我就急着回北京当考务，去帮学校办事情，然后没赶上最后一年，然后回北京的第五天奶奶去世了。如果是能重来，我觉得那我不会那么早去回北京。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你可能是那会儿做艺考，做考务，对，在帮。但我是我奶奶那会儿走的时候是那个我中考，然后我还不知道，然后我中考就初中升高中的时候那个考试，然后就也是因为那会儿要考试了，要中考了，然后和奶奶一直分开住，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那个，虽然有一些沉重，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遗憾。好，不聊这个。对于我们重要的人来说。好，我们也了解了。就是、下一个，好，下一个。所以我先真得行，你先抽一个，随便抽一个，哪张都行。搞得我都口渴了，好紧张啊！这有三得利乌龙茶。这个哦，等一下，哎，等会儿，它是哦 ，OK， 先让我先喝一口，行吗？算了，先听听。啊，这么简单吗？任务卡，近一个星期内最让你开心的事情。醉吗？我有好几件开心事情，说都可以抖出来。就比如说，我完成了我，人生目标的一个勾，就是有演唱会，就是我自己的演唱会，8月6号在南京第一场，耶！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又参加了关于，就是舞台类的一些综艺，我很开心。特别棒，8月6号在南京吴宣仪演唱会，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
一起去吧。一起去啊！你该抽。哦，我说对，我忘了这玩意儿。那我觉得你拿那个八号。不行，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都是敌人了。现在就是，而且我们再立一个规则，就是你只要你碰这个积木，你就只能把这个积木抽走。啊，行，好吧。啊，不可以试探，是吧？对，不能试。OK。真的，你相信我拿八号，他没那么容易倒的。嗯，要不往上面一点。哇，他，哇，你上来就这样，可是我好像拿不出来。最底倒数第二排，可以吗？敲，大一点，使劲儿，你敲到上面了，很危险。80，这个真的是，要玩就玩大一点，可是我这得敲多久啊？你可以抽出来了。你刚才没让丁冠森用小锤子敲，你说直接用手吧。哦，可以，哎，可以，哎，得放上去。啊，对，要放上去的。这个要放上去吗？嗯。这个你侧面能拍到吗？天哪！有机会的，有机会。这个玩的真是大胆。哇，这个，喂 ，OK， 可以，来吧，晴天，我先抽卡是吧？是啥呀？逼光的。啦啦啦啦啦，看一下啊。当当。爱情、事业和家庭，你怎么排序？我先干了，妈。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排序？为什么要排序呢？小孩子才做顺序的选择，对不对？你身为一个成年人啊，爱情、事业、家庭当然要兼顾啊，你说对不对？嗯嗯嗯。好喝吗？嗯。哦，来干杯。啊，你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完了。对。拿着说。首先啊，爱情你得先交女朋友嘛，对不对？嗯、交了女朋友，结婚之后就变老婆了。嗯。把老婆呢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所以爱情跟事业就兼顾了。哎呦，对不对？想真好。嗯，然后呢，等你跟你老婆跟你合伙人把这个事业做好了之后，你们家庭就兼顾了，不用排序。哎、天哪，都听紧，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都听紧，都听紧。所以来吧，来吧，39和8你选一个。别再敲那个袜子了，穿那个袜子给我冷的。他这个不会特别容易，这不会那么容易倒。哇，你慢一点，哎、真的。80，嘿。哎，可以，这不就好了吗？不，有按顺序罗的。谁说我倒？啊，不是吗？谁说我倒？好吧。哦，这样也可以啊。来吧，沈月。行，来了，先抽卡。来吧，小月月。小月月。哎，这感觉很无聊，这个无聊。哦，我让你觉得无聊，那我们可以，那我们让他再抽一个嘛。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抽一个。哎，太无聊了，太无聊了，太无聊了。啊，不换，换一个。哎，是什么呢？这个也。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有点难度啊，这个有点难度啊。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我现在还有几个小时？我现在只有不到2个小时。嗯。对，你干什么呢？你最想的是喝一杯三得礼物。我们一起跳到湖里吧。真的吗？真的吗？对，跳个湖里。跳个湖里是什么意思？嗯，那什么，你有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我就比如说此刻真的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了，我觉得此刻我们五个人就是最亲的人。再一个，我会用一些时间会给我自己认为我最重要的人打个电话，说我爱你们，然后咱们几个就等待世界末日。啊，你这个好，你规划的很详细。真的，我这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拿到任务卡的时候，那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什么？如果你想到我不会，说明只有2个小时了，我什么都想不了了，我真的只有。我也想不了。我就会想说，凭什么会是2个小时？我们就不懂得就是去再争取一下嘛，我就会拉着你们开始造。就肯定没有为什么了呀，这个东西。那对，你后边说的是对的，就是拉着，就是所以说就是身边的那人和及时行乐这个概念，就感觉就也不及时行乐，就我就觉得说我先要先把自己先确保。
活着，然后我才能去救其他人。嗯，但我如果是真的世界末日的话，我一定要对我爱的人说我爱你，这一定是这样。嗯，没有，我觉得不应该一定要到最后那。我知道了，我两张卡可以结合在一起，上一张我抽到的是，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我要打败世界末日。啊、哦，可以。哎呦，找回来了，真小脑袋瓜。哎呦，哎，可算机智了。总算机智了一回。好，该你敲了。我说我要敲我这个学号。你自己拿呢还是怎么着？哎，好像你学号你还记得呢？我记得，因为我好像某个时哇塞时间段也是三八。对。哇塞，好，你要放哪？我想不起来了，我给你放。给我了，给我了。该你了啊。最希望改掉自己哪些缺点或性格？其实我这次来非常非常改掉发呆，我觉得发呆很好，我觉得发呆是我一个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改掉自己一个就是会害怕尝试新鲜事物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更喜欢做自己十拿九稳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做得了，我能拿得出手，或者是我能让大家看到一些好的东西，我才会去做。我不希望大家等着我去进步，或者是期待着我去怎样，我可能那个时候会给我更多压力，或者是就一呼一吸才叫呼吸，光吸不呼就憋死了。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在这次一周的旅行里面能和大家玩开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好好感受云南，好好感受这边的风土人情，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看的云呐、享受阳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浪费我们这一周的生命，特别的美好。所以我觉得，天哪，你这个应该剪到最后。好吧，多着呢，这么多呢，我就看谁能把这个弄倒了。大概是这样，我就觉得可以快快乐乐的享受我们这一周，是我最大的期待。嗯，好，好，真官方来，我直接拿，来，拿一个中间的呗。哇，你太稳了，十拿九稳，太稳了。好的，可以，来往上垒，这么垒，哎，你讲，这边倒了也算你的哦。哦，又到我了，我又要来了。你别扶他，别扶他。问题，认为自己和哪种动物最相近？为什么？最相像。你好好想想，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比如说眼睛小的动物，那你不反驳吗？水獭我不反驳。哎，是水獭小，水獭是有点像，而且那个发型也像。我觉得我跟我家雾都最像。哦，是这样。其实的上半场他捡了一只流浪狗。雾都，我和我们同事还有栗子，我们俩一起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狗。他捡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从头到尾，从捡到他，然后开始养他，然后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狗狗的成长经历的一个视频，特别特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雾都的成长有他。而且好像说狗越长会越随主人。对。但是我觉得那狗狗的眼睛。没好了，好，喝一口三得利乌龙茶，消消火气。然后消消火气，然后把你该拔的这个木头拔掉，好吧？只有这一点。没事，我给你倒点。不是吧？那个好像很难。哇，这个一动不动哎。啊。我觉得敲会更危险。来，试试了啊。四楼，我觉得你就悬了。你确定？我已经看上一块。我们先帮关森想惩罚。哇！你觉得他这个？我觉得你抽出来会更好。抽不动。惩罚不如就做今天那个平板支撑。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们轮流坐上去吧。哇，这个有点危险啊！哎，不要，稳住下面行不行？稍微，他那只我可以了，我可以了。你又可以了？我又可以。好的，我觉得轮不到我了。不可能，请愿你再算了。
我觉得后边几位危险。好吧。谁敢把八十一拿走，我敬他是条汉子呀。哦，肯定不行，爸。可以，可以。就算是惩罚，你就直接抽出来就行。能拿你怎么样呢？哎，有些失望。好的。我没动的动。千万我们都不要，我们都不要碰这个桌子了。嗯，换轩怡吗？谁如果碰到这个桌子撒了，就是他的啊！来。来了。抽的有意思吗？哎呀，啊，好，恐怖凉。到目前为止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开演唱会，八月四号，6号，八月六号，好的，你出去，提前去等着，在哪个城市？你们先看。哎，你不知道吗？天哪！南京，南京，哎呀，我故意的抖包袱呢，我能不记得吗？无时间不配拥有，时间不配拥有了，好吧？递给我一瓶。那个你要哪个口红说呢？最我要橘皮。让我想想啊，最疯狂的事情。最我说我拿不对吗？你不是？哦，对对对，你要指啥呀？你很多呀。最疯狂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哎。或者说你今年吧。把时间范围缩小一点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内心更憧憬于什么，然后挑战了一次。最疯狂，目前为止，因为你没有个范围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一个度，那就要不换一个问题？没有了，那就说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吧，那就是。自己拎着行李就出国了，哇！我的这个事儿特酷，因为首先这个必须得你英文好。嗯，我是在不太远的地方，相近的一个。明白了。嗯嗯嗯。但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首先你是一个人，你一个人自己立马拎着行李出国了。是，我先是一个人拎着行李先来了北京，然后后来就又拎着行李就。出国了，你当时是咋想的？就是想散散心。嗯，没有，我就觉得第一，先是觉得家里面的父母管得很严，我觉得说想出去闯一闯，反正毕竟出去的话也肯定能学到，在我那个圈子里面学不到的东西。起码是可以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我喜欢新鲜事物，我跟你相反，就我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我很爱学，所以就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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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己越走越远。所以那是你比较小的时候吧？很小，我就觉得你，所以其实12，如果按到12岁，哇，12，你12岁一个人，没有任何亲戚，哇塞，你这个叫离家出走啊！没有，就是学习。那你有带电话什么的吗？那个时候，但是得没收，因为那个是，就是在学校的里面是要。没收的，只有电话卡。哇塞！就每周可以打一次电话。那如果按照他这个性格的话，他其实他尝试了各种不一样，或者是新鲜，或者更多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个很酷啊，真的挺酷的。真的，这都不说一件疯狂，就从这一件事就能看到现在。你刚才想了那么久，因为你做的哪件事都挺疯狂的。对，他就说，我说你要从今天开始算，今年这点事算点啥呀？我都已经尝完了都。可能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因为女生嘛，对吧？然后一个人，然后别人都会可能会恋家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可能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可以我觉得这个值得一说。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就说男孩就是年轻力壮干嘛，也未必有这个勇气去。对啊，就可能大家还没有乳臭未干吧。但是有这个勇气，真的。我觉得你今天要是做一件最酷的事，我觉得你是把这个8号扣下来。哪个8号？这个8号，激将法，真的酷，真的。激将法，你这么爱挑战新鲜事物，好，他完成不了。选一个数字，你先选一个数字。我先选啊。哎，我们可以抽之前先选一个数字。你这游戏不会玩到半夜吧？我特别，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轮不到我。我特别冒险啊，答案输了就输了。好，我又不是没输过。然后挑战3分钟。的那个平板支撑，哇塞，好，81号，这个得敲。倒数第3排的还剩2个木框，
你这真的要敲吗？我跟你说，敲是有用的。但我怕他敲到四十二啥的。哎呦，你看看。没事没事没事。哎，有戏。哎，你那边要不要一起往外拔？对对对。你两个手，你这样慢慢往外拔。不行不行不行，得敲松它，再敲一点。我一直在帮你找十二号，但是我没有发现十二号。你快出来呀！十二号对你有什么？我真的感觉已经轮不到我了。我觉得不一定。他如果这个成功了，怎么？他如果成功了，那他俩。遭殃了，你能不能？我反正是绝对不会有事儿的，我已经坐享其成了，我就看表演了。我还得有个假如如果，没，假如没如果。哎，哦哦，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哇，有戏，哇，哇，轻点，有戏，你现在敲没有用啊，你可以往从里面往外推它。对对对，慢慢使劲。主要是他现在这个重力其实也有点压在这儿。对，就这样。就我马上成功了，马上成功了。我即兴成功了。马上成功了，我。你们猜他会倒吗？不会，不会。我猜沈月会输。不一定哦。哇塞！祝你好运。哎呀，我先抽一张。等一下，我还得放呢。倒不倒？哇！唱一首。这是什么？爱玩游戏，我就是那么爱玩游戏。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会当演员呢？就是因为唱歌不好，所以我们换一个好不好？我也能眨巴眨巴。不好，换一个吧。我觉得得唱。求你唱两句吧，好不好？我觉得得唱。嗯。什么？要不作为你的惩罚，这个。这样，如果我倒了，我就唱首歌。Okay, 好，这个是你的任务。如果说你任务完不成的，是这样。这个规则呢是，这规则是，如果你任务没有完成，你要接受惩罚。对，所以说，任务是任务，你如果木头没有拔出来呢，也算是要受，也算是失败，也要受惩罚。那就是，如果你两个都完不成，那可能就要唱跳了。对，啊，我给你投票。我可以帮你顺到两下。我们非常想看，真的。你可以先不唱，你。你赶紧说，不然我他们整个人都给你推上去。我等一下把我拱到下不来台了。对，你可以先不唱。最喜欢不唱。那唱两句吧。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好。那么现在。开始选哪个数字？问题选哪个？选哪个数字？97选哪个数字？先说你选哪个数字。你要是弄不好了，你就要跳舞了。我跟你讲，82。我觉得73稳一点。太稳了。好，73，还会慢慢跳。哎，不能碰别的，不能碰别的。好了，你就是拿这个了。这个了，就我拿第一个。对对，23，可以的，很稳的。哦，这块这么轻松的吗？对，它因为它重力不在那边。这不挺简单的吗？哎，可以。好。沈月。月。这样这样吧，我们拿个81。这么残忍的画面我不敢看，我先去厕所。没关系，这样月月。哎，厕所在哪？我们就拿81就好了。我觉得。来吧。16也行，然后47也行，我觉得这三排中间都可以。假如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人，你希望邀请谁共进晚餐？哇，这个已经是可以世界级的选了，可以在全世界里选。你要斟酌一下，到底世界男嘉宾是谁？世界级的吗？这个沈月，著名摄影师沈月，著名摄影师沈月会在全世界中。哪位男嘉宾
有幸成为和沈月。为什么是男嘉宾啊？这上面有提到。你可以选，你可以选任何你想共进晚餐的人啊。你要是选奥特曼什么的也不太好。也行，就看你自己。什么？你？我也可以是男的。哎，有这样的机会不挑男嘉宾，你挑谁？那你有特别崇拜的女性吗？哎，她出来了，嗨，也好难哦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我觉得不止一个，其实我就想跟家人吃饭，我没有特别想跟很伟大的人吃饭的愿望，因为我觉得要离偶像的生活远一点。哎，可以，这个是的，就是是吧？崇拜啊，喜欢啊，其实有的时候要留在心里，然后默默的喜欢和支持，支持，对。对，所以开始吧，选择你的数字，31，真的。选择你的数字，选择你的数字，88，哎，可以，这个真的是，开始喽，这。好，我们小宅，来吧，小宅。我们的哎，刚怎么说的？刚怎么说的？不知道啊，绝对不到我们。嗯，好好好。呀，我不可能出事儿的。什么手法？哎呀，假如我有一颗水晶球，能告诉你关于自己一生或者未来的一切真相，你想知道什么？啊？我想知道有没有外星人。外星人的智商和文明是超越我们多少，或者是落后于我们多少？只是这样。我觉得肯定有外星人。你相信光吗？我相信是有外星人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双眼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他哪请来的主持人？安于孤身走，安于富贵的模样。哎，我真的其实对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想知道，因为对于我身边所有就是现实或者能自己掌握的事情，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去应对和解决。但你说真的去问一些什么的话，还是想，对，还是外星人。虽然我不看什么科幻片啊，但是我对这个，但是你只相信光。哦，对，好，来吧。来吧，你相信你会倒吗？我不相信，我选83。哎，应该拍着他的表情，哈哈，微部表情。这块真的危险，哎，绝对不会是我。不是你，那是谁呢？嘿，他不是他的就是我的。哈哈，哈哈，哦哦，带你孤身走。绝对不是我，别嘚瑟，林冠森，你别嘚瑟。我跟你说，我这个拿出来之后，你就完了。哎，你，哎，哎，哎，继续唱啊，林冠森。哎呦，哎呦，等一下，不着急。孤身坐暗香。你的搞得我喝不了我们的乌龙茶了。啊！啊！怎么办？孤身坐暗香。别闹别闹别闹！哎，这真的是太逗了。你一笑，这个桌子动吗？哎呦，出汗了。哎哎，一鼓作气。真的别不要笑得太长，全部带走。我有点慌了。全部带走。哎，行，这你就把它插回去了。这不能。这不能，哎哎，危险啊！不危险，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还能稳得住，还行。地可捞了，全部带走。我真的是懒得笑，哎哎哎，不能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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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拍得到吗？啊！哇，严格的，
才怎么卡在这里了？哎，你不是刚忘记那个人？我们真的好淘气，很淘气。哦，啊！好，我们将压力给到了这边，我们的小森森来。好，丁丁，那么好，来，先好。嗨嗨，哎，等会儿你让他自己放。哦，我自己放去。嗨，这个，哎，你不是你的。哎，他抖了，你发现了吗？我的个老了。还没结束啊？看来要放狠招了。我的个老了。要放狠招了。在生活中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癖好？哦哦哦！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说点大家都不知道的吧。嗯，千万不能说吃烧烤爱就大蒜，这种、个、这就算了。特殊癖好，喜欢我睡觉前一定要听郭德纲相声。哦，这个算特殊吗？算。我必须要听着郭德纲的相声睡觉。没绷住。没有不可以。我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媳妇儿就不喜欢听相声，怎么办？培养她。真的吗？培养她，嗯。你培养你自己去说相声得了呗。那个德云社下一期招生是什么时候？哎，那个现在是哪个字辈的？萧万龙字科已经招完生了，对吧？哦，好像是龙。该腾字科了。是去年还是前年？龙字科招完生了。你看我多了解德云社，所以这算了选他，这任务是完事儿了吗 ？OK 了，抽吧。抽吧，相声报应。给后面一点压力。我要是你，我就直接翻个跟斗完事儿。No， 我有信心。等会我再想一下。三号吧。给后面一点压力。哇，你不是学会了？七号，你确定？你确定？还行，行的，行的。这个游戏到底会玩到什么时候呀？没事，后面越来越难了。手别抖、哦、手别抖。哎，可以。好，接下来难度给到我。不对，你先抽卡。来抽嘛，抽嘛，来嘛。怎么这么多啊？啊，这个很无聊。哎，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哪科？为什么？最喜欢什么？哪科？哪一科？逃课。这个很无聊，这个很无聊。那再抽一张。抽一个。哇，你看我们多好，都想放大瓜。那你先说一个。体育。好，你再换一个吧，是挺无聊的。哎，你，小心啊！你要抽出一答，那一答都得回答。什么？有什么事情想做很久了还没有去做的原因是什么？很像一个采访吧。没有哎。我都是想做，立马实现。我是能力这么强吗？我是那种就是立马要实现的那种，然后我是比较不想拖延，拖泥带水，不喜欢拖泥带水，瞻天顾后那种。就我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又会有几个目标，就是必须得在今年完成，然后我就会都完成。对，就像你今年的演唱会，8月6号南京，竞赛五选一。谢谢啊，记得带上我们三得利乌龙茶，然后一起去8月6号去南京听吴老师的演唱。好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很想做的。那你要不要再抽一张？再抽一张，这抽一张你难以启齿的。那得抽到啊！自己做过最丢人的事情是什么？让我想想。哦，这个比较好。这个。最丢人的事情。最丢人的事情啥呀？啥呢？我能先抽吗？如果我想到了以后，我行，我行，我行，行，你先抽哪个？
31号怎么样？哎，你不是那么重要。哎呀，赶紧结束这个。完了。这个完了。哎哎，他找了块很好的。现在真的危险了。你说你是不是学过建筑啊？这个左右都有问题了。没有，我只是特别爱玩游戏。妈呀！我的个姥姥！妈呀！我的个姥姥！哎，我这先欠着啊，这个。哎，我们来了新朋友，嗨，我们你走开吧。你挺幽默呀。如果有来生，你会选择做什么？做人呢、啊？就是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人的话，我要做什么？是不是？嗯。再抽一个吧，这个问题好奇怪、啊。嗯。好，有语病。对啊，最丢人的事情还在想呢。最丢人的事情。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对，我还在想上一个。抽的积木不倒。对。最丢人的事。哎呀，目前最大的心愿。最近有什么心愿也都完成了，对吧？目前最大的心愿，你如果想不到的话，你可以说一个你完成了的心愿。我完成了的心愿呢？你如果你实在想不到，哎，能不能实在想不到了的话，就再抽一张？我觉得可以，对吧？我也再抽一张吧，我实在想不到。来，你先抽。丢人的事情。哼，我做过什么丢人的事情？你们可以交换牌。什么？还出老千啊！这个我就这个换了，来吧，看一眼，看一眼，来，让我们大声的说出来，变成这怎么变成这还有大冒险来着？他们俩你在座的一位小伙伴，我知道谁，十指相扣，对视十秒，快来，谁？哎，可以就近啊。就近，你身边坐着左右两位男嘉宾，也可以，不一定非得就近，也可以跳过。那个刁子，你别耳朵红。我没有，我是笑的。笑什么笑？我人家还没说要笑，我太害羞了。我跟你讲，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一趴，我们为什么要拱他出来？对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看人的眼神就是。他，我今天说他今天看丁冠森的眼神就充满了爱呀，他看每个人都是这样，他看一块石头，看一条狗都是这种眼神，所以我就很想。你是说我看狗和看丁冠森，你俩到底谁说的不对？我感觉都有点问题。所以你们投票吧，我都想。投票不要投票，这个得你自己选。选择眼神吗？选择来这样，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我吗？哦，对，选他吗？不选。选他吗 ？OK。啊！哇塞，这个好玩。谁？我给我感觉到啥？我给你让位啊！我给你让位，来。这啥剧情啊？这来。哎，要坐着吧，来坐。十指相扣。不要，真的，我害羞哎，真的。对。十指相扣对视十秒啊！我出汗了，我也是有点感觉后背的，就是很发麻，就是。是吗？不是他的惩罚，为什么我要？我们从那个十指相扣那一瞬间开始计时啊！做好准备了吗？两位，把脸别过去。等会儿。准备好啊！不许笑场。我是。哎！相扣啊！十指相扣，先十指相扣。相扣一下。啊，好。那一只手还扣不扣？啊！别出来！那是20指相扣了。好，那就我们速战速决来。速战速决，咱们速战速决来。人五，预备，预备。已经开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 ，OK。啊！这么快吗？出汗怎么回事？天好热。抽的是吧？啊！我抽的问题很无聊。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最大的心愿是最后悔。我们老师要问你人生的大问题、人生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其实我觉得人生没什么好后悔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你当下最好的决定。而且我总相信，就是一件坏事发生就会有一件好事。你说的对。
懂了。现在没有到十一点就开始，就是这种就开 emo 了，还没到走心环节呢。我们现在在分享一首歌，好吧？还不如喝点乌龙茶。来吧，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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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缓过来。哇，你真的，哇塞！哎，你刚才抽了吗？我还没呢，还没有，再一个。我的个了！你一定是玩这种游戏的老手吧？哎，好嘞，看你喽，宅子路，小月月，回到你那里了吧？嗯，一定会交给宅子路的。哎，月月，我相信你。哦，童年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什么？童年真的离我好远，好久远。这句话在座年纪最大，听起来综合感想，还好还好。谁年纪大？还好。你们知道这里面谁年纪最小吗？我。怎么了？年轻就是本钱啊！瞧不起我们年纪小的，怎么回事啊？还你孤身坐下。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我想想。我不知道啥叫有趣啊。就你，或者说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小时候被咬过，被狗咬过，然后跟狗赛跑，就类似于这种，你都可以去想一想有没有。有没有被狗咬过？我只是举例子。那我被什么咬过呢？好难啊！我先歇会儿，我先把那个小锤弄掉。对。爸，你确定要反手这么搞吗？就是反手。他很确定啊。很自信，我已经挑好了。哦。宅宅。我觉得你可以。肯定到不了我，对吧？一定到不了。说出三个含有我们并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句子，比如我们现在都在这个房间里。这个太简单了。我们。三都希望对方输。我们每个人都在抽卡。我们我们都看到了宅子路撞到手了，都在等着宅子路这次会不会输。我觉得你抽一二，他又看什么？一唱完了。怎么会还？我觉得你无论如何都要倒了，真的。不会的，还有很多可以抽。你怎么那么拿手？你敢拿手？你怎么那么积极啊？我肯定要把任务卡送到你面前。最后一次发自内心的笑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刚刚对他唱了一不慎的玩笑。行，我来，命运之锤给你了。我觉得一号。给他们所有人，给我们后面所有人压力，真的可以玩，真的可以玩，可以，我能想象，真的可以玩。你有十秒钟，就是那个 number one， 九，好吧，八，七，好，不用倒计时，就是，我觉得可以的，可以，倒数第二，可以的，但你要小心，对，这是我的，有点沉，我要记录这个。精彩的！哎呦！你看他，是不是？来，快点！精彩的瞬间，我是觉得一定倒了。不，应该可以的，因为中间还挺。帕赛，巴黎巴黎。我不能这么。但是你不能碰到其他的，你得对，可以的。倒，管森嘛，输一下没事儿，对不对？可以的，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压力给到我们后面。玩就要玩大。你看，注意看，注意看。还没成功就开始嘚瑟，你看。关心你自己吗，轩逸？哎，我是不是把你们都挡死了？没事，你快点。压力就在你这儿了。快点。但是我觉得你得往回拍一拍，因为你再拍歪了，敲别的地方。
对，往这边抠，哎，对对对，往你这个方向往外出。行了，你不会倒的。对，往你这方向出，对，稳稳的。加油。哎。加油。一二三。使劲。一二三。用力，一二三。没想到，没有想到，你知道吗？你慢点，慢点，机器过来。哇哦！你慢点抽，你慢点抽，你慢点抽。加油，加油。没记错的话，冠希应该是会跳舞的啊。我不会。嗯，反正他唱歌是会唱的。哦，那就行。就往你那边出，你不能再左右移了。左右移的话，就很容易就偏了。你得往你这边抠。我觉得我有点后悔听你的选择。没有，真的可以的，真的可以，相信我 ，trust me。Sorry，Thank you。真的，你就往里边抽，哎，因为啊，对对，慢慢挪，慢慢挪就可以了，绝对可以。哎，太好了。哎，你不能动上面。可以的。小心被卡死在这儿。哈哈哈哈哈。哎，不行，啊，没问题。大工程，大工程啊！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只要把这两根稳住。没有想到我们这游戏玩了这么久，哼，王彦祖也没有想到。我现在就是觉得又惊险又困。啊，你这个点就困了？啊，我是那种老年人作息时间。啊，我们这种熬夜打游戏的就。哎，你可真。我真的感觉我可能要完蛋。不会。不是，他已经开始作弊了，他扶着别的小木头。哎，你说这种朋友对不对？这种朋友，哦，因为你会唱歌，因为你唱歌给他听，没有，你绝对可以，你绝对可以。不是，他现在左右有点歪，这个39号有点歪。你给他挪回去。我做不到。你可以的。哎，不行，杏仁卡嗓子了，我喉咙卡住。这是我的吗？我给你倒，给你倒，给你倒。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我都出汗了，你绝对可以，还能再玩一把。没想到，你还能再玩一轮。我跟你说，绝对轮不到我了，这次绝对轮不到我了。哎，你不是你的，就差一点，绝对可以，就差一点，真的可以。我相信我自己。你就把那头给他就行了。可以，绝对可以，你相信我。哎，叶老师又我们这位哥哥真的，不想见证这一刻。可以的，有点烫，这木头有点烫手。还差多少？我看一眼。一点点。一捏。所以一捏。啊？它的受力点就现在就在这儿，但是它很紧，我有点，我怕抽掉就倒了。哇。不行，因为你往那边一直抽的话，它这边那边就会那个啥，你得看这边的比例。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这块木头还是一，是你拿起点也是终点呀。没想到抽筋面会这么好玩。你就是 number one。哦，no。因为现在有点偏那，你那边你懂吗？因为你抽太多次了，以后它那个木块。但这两块都是斜的，我现在有点找不准。39，它也是斜的。完了，这个抽肯定倒。因为它这哦，不会，它是在受力。又出来了。小心，别害怕，一定不能碰。不要害怕啊！哎，你不看了。不看到了，直接抽出来。不行，我不能使劲。可以使劲。哎，让我这么跳。可以的，可以。直接拔出来就好了，相信我，真的。嘿。这不是拔出来了吗？一哆嗦，嘿。真的了，嘿一下。嘿，我说了。我都说了。好，压力给到我。
五张。哎，我剩下一张。耶、yeah,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压力给到后面。换你，换你，换你。很可能就是你。不可能。很可能就是你。我们牌都要抽没了。今天晚上绝对不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或东西是什么？说出三件：电脑、手机、钱包。没了。嗯，选你的木块、哦，我手里全是汗。可以，压力给到我们后面了，这样就难抽了，这样游戏结束的快。我觉得七分，不对，四十二十。哎，我刚刚被他敲松了一点。哎，他总会使巧劲儿，哎。干嘛、啊？哎，啥、啊？你这次也能很轻松的抽出来吗？我就先看看，那我不是得先找一下。为什么他抽都可以这么轻松？压住了吧？我得出去。压住了吧？我怕一会儿那个力。压住了吧？你猜我能不能？你还旋转？打得很轻松啊，因为我得看。哦哦哦哦哦！哦哦压力给到谁了？无所谓啊。哎呦！哇塞！他还斜着发。赶紧结束。导演组，你们想不到吧？我们一个积木可以玩这么久。他们准备的牌也是足够多。哇哇哇哇哇哇！还有可以抽的，其实。喜欢什么类型的异性？理想的型。哦，这个可以答，我觉得。处得来就行了，真的处得来。这么简单吗？真的。性格什么之类的，无所谓。不要再多说一点，无所谓，真的。就处得来就行。对，外形呀什么都不重要，真的处得来就行了。性格吧，真的有希望。我喜欢就是喜欢读书的。哦，读书的还有呢？但是所以有文化可能会比较处得来。所以其实这个处得来，其中有一条就是有文化，然后要见识渊博一些。也不一定就是聊得来。然后那个就是身材这方面什么之类，身高啊或者是都行。甜美啊，高冷啊，或者是都好。哦，天哪，不挑哎。都没关系。挑哎，都行。就现在已经不是我挑别人的年纪了，你谦虚了。等一下这个。现在是你们要帮我想惩罚的年纪的时候了，压力给到你们后面。你也要用锤子了吗？哎，等一下哦，先等一下。垮了的人是要干什么来着？接受惩罚吗？什么惩罚啥？这惩罚还不知道是什么？惩罚是按照那个上面来吗？还是这上面有惩罚？是不是按照那个卡来吗？惩罚是你拍丑照、打手臂和弹脑门。我觉得，我以为要唱跳呢。费这个劲干嘛呢？嗨，我们都忘了具体惩罚的是什么了，整这么紧张。惩罚就唱跳了，唱跳吧。我去，可以。好吧。这个暑假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我们说了算嘛。对。那个卡直接撕掉。那这个我好像也包含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当然。是啊。那我，不一定是我。就我们求你了，求你了，一定要倒啊！不一定是我嘛。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觉得应该倒不了我了。沈月，你会跳舞吗？你那一下其实就是后面就很难了。你敲一下，这也敲不了啊。这一二的。你哎，不是，哎，你已经选了43了。你已经选了。我没碰他。没碰到就行。你要小心哦，下面有几个他是非常的。为什么这个积木这么稳呀？你们是不是提前粘过了？也没有。打开中间有根钉子。是不是有磁铁在里面呀？
咱哥还是个狠人啊，咱哥还是个狠人。哦，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我们会玩到天亮的。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调吧，最后五卡三十六抽什么？还帮助？抽卡不重要。哎呀，给你一个机会，穿越到过去或未来，你选择哪一个？为什么？嗯，我想穿越到那个古代。好。好。哦。刚好看。哪个朝代？哪个朝代？唐朝吧，盛世。好，可以。你看这都路荒的，你看。五十八可以，五十八在哪？哎，不行，五十八。这个喂，啊，其实可以，越上面。其实我想四十啊，八十二也行，八十二也行。对。哦。稳的。直接抽，你别吹了。嗯。就这么稳吗？对。不然的话，给我一个五彩。哈哈哈哈，得慢慢来，得慢慢来，这可以的，只要不动乱其他的。可以的，慢慢的，哎，漂亮，就是。快点，不会是我吧？没有倒。我刚跟你说解脱了，这肯定不算。好。啊，你会倒呗？可以。我可以选择的真的。我找不到不倒的理由。没想到。来，对不起。来吧。哎呀。先抽。来吧，朋友。被在场的人，背在场的人，绕场一圈。尽管再来。对啊，背你绕场一圈啊，正好磕。哎呦，来，靠近一点走，靠近点走。好了，好嘞，我约三十六，你觉得行？哪个？你说谁？三十六哪个？最下面那个。我谢你啊。我也想二二。你这样，真哥。你要把三十六拆掉，整个你我们四个接受惩罚，对，你直接把它横空这样啪这样轰走，哎，可以。要不我们抽一个最难的，然后如果他赢了，我们四个接受惩罚。对，这块好轻松啊，丁克森，你玩吧。天哪，他还没摆上去呢，哎，放上去那个特别美。要给你个舞台吗？我们让。这个积木。怎么可以玩这么久？我的个姥姥！有点抖了。我的个姥姥！这游戏怎么这么耐玩？这一趴万没有想到，这一趴万万没有想到。后期老师已经疯了。所有人，你知道，所有某些人在探头，到底是……哦，可以。Yes！ 等一下，放上去很威啊，放上去不倒哦。别说话，别说话。哎，你孤身走了行。哎，过期怎么唱来着？别闹。没想到大家还我把任务卡送在您面前。你挡我镜头了，哎，都两张，好，好事成双，你挺会啊，你好像司仪啊，那种婚庆司仪，你在乎别人看你的眼光吗？会为了众人的反对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吗？不会，当然不会了，毋庸置疑，抽吧，太不会了，抽吧，然后又唱跳，坚持做自己，唱跳，哎呦，唱跳吧，直接唱跳吧 ，no， 我不。研究一下，别着急。那53，我心跳巨快，现在53可以的，53。
他看准了58，还是36？哦，没办法喽，朋友。八十。不，小锤40，你看他锤八十，你看他敲的现在至少得快20下了，他只往前面挪动了一丁点。不要说话。哎，你啊，这倒闭了，一定倒，不能不倒。我这个从结构来说，这个不会倒。吴宪仪现在什么心情啊？没什么心情啊，跟你们玩。好，可以。他对于惩罚这件事情，不是玩吗？他当然不怕惩罚。对呀、啊。不是，但我上来没意思啊，但是看腻了。怎么会看腻呢？怎么会看腻？对啊，有谁能看腻了吴宣仪的舞台？这块8月6号，太难记了。我们都会带着三得利乌龙茶去看吴宣仪的演唱会。乌龙茶就是我们的灯棒。谢谢。Thank you。来了，给你舞台，我也要看看我要抽哪。哎，不一定，不一定。那我要看看我抽哪。你们上面摞的真的太讨厌了。哇哦，还要锤？没事，你坐过来，我应该你就别用这锤了，别动，用这里锤，搓，别这样拿，这样手不稳。哦，不是推。哎，这个好用。不行，我们比较稳。哎，这个游戏大家都玩得太认真了。千万没百炼。我跟你讲，翟子路，你路没有用，因为他一定不会到。你相不相信？游戏方式。别走，耽误了一天呢。别走。你知道这个配音老师是我的老师，大学老师吗？最高端的食材，往往。这是我的台词主代。你可以往那边抽了，你别敲了。抽不动，我只能把它锤一锤。行了，他要掉出去了，你这样一会儿。你过去那边，你过去那边。不行。就是这个积木能让我们玩成这样，也是绝了。我卷死你们！哦，倒定了。不，他真的，你信我。得看看我抽哪一个。这么相信我吗？那还是这个应该过的，应该是过的。哦。不行了。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来，我录个时间啊。吃颗蓝莓压压惊。不会在写歌吧？敲节奏呢？我非要把它弄好。这个唇子不够长，我不会用这个。我已经 NG 无数次了。你相信我？快点倒吧。没内存了，摘子路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从这。哎，左手在干嘛？那就这样吧。不行。
哎，你过来，你真的过来，你真的过来，慢慢那边倒倒了的话，下去的话会砸到其他的。可以的，可以，慢慢抽，慢慢抽。啊，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这个角度不行。抽抽抽！我一手全是汗。抽抽。不要怕，大胆抽，不要怕，大胆抽，对不对？有什么好怕的？哇塞，厉害！放上去，放上去。我是不是进入时间循环了？这个游戏，马上就不行了，下面马上就不行了。嗨，嗨，嗨，嗨！你没有发现吗？它这边的月亮特别亮。我很好奇，镜头可以拍到那个月亮。来记录一下。离谱！跑步，谁去？谁不去？我不去。怎么这种问题当这么多人面问呢？你应该挨个问，这样我们都不会尴尬。我不去。什么？我没听见。如果我去，我要叫你呢。我不去。好，明天再说吧。这个明天再说，看明天说吧。如果说，明天再说吧。如果说早上。我们先享受此刻的美好，不要想那么悲痛的事。哎，您也听出来了，大家不是很想跑步。明天我一定是子路，想睡觉没关系，不会勉强他，女孩们也不会勉强他。我明天一定去敲丁冠森的门。你看我开不开门？等一下，我们都记录了。哎啊哎啊！我被投诉了，小姐姐。来吧，我给你放歌，你让什么？